叫做叶志成，伊人咧，我拄则看你甲伊撒走，伊想怎会昏迷？哦，伊拄则跟我做伙时阵，明明就好好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婶，这是病人隐私，我无法度甲你讲。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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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恁你敢会当甲我讲伊人伫咧倒位？我拄则看你为伊边过来，伊是毋是伫迄边的病房？毋是啊，毋是啊。我感觉就是啊。迄是伫别的病房啊，袂使凊彩互人入去的。 我毋是凊彩的人，我是伊的女朋友。袂使就是袂使啦。那呢，我来通知夜间阿嬷，啊，安尼应该会用的吼，我来打电话给伊。等者，啊，是我甲朱迪医生问者，看伊会使通融互你入面，安尼敢会使？好啊，那呢，我伫咧遮等你。无啦，小姐，你会使对我来无？你是叫我家己走去找伊哦？毋是啦，这是阮病院规定啦，麻烦你啊。 请你先伫遮小等一下，我去请示朱迪医生。好，麻烦你啊。曹静，哪会是你？晶晶，志成已经无代志，你会当先等去。要讲嘛是主治医师甲我讲，你袂到你。就是志成按我来甲你讲的啊。 伊今日哦，熊熊人无爽快，所以临时来遮做一个全新的检查，就亲像你拄仔看到的安尼嘛。所以哦，你唔通讲，唔通问西，会造成的困扰。莫连遮甲我连笑话，我的第六感甲我讲，你的话一句拢袂当信。你的第六感就无讲该准啊。啊，若无志成伫咧身躯边遮久，你来拢无发现身体无爽快。所以哦。 即马无事啊，你赶紧转去啊！我无爱转去，我今仔日哦，若无看到志成，我是无爱度安心的。尤其是你，你会出现伫咧遮，一定有鬼！你才放胆啊！志成，你啥做忽然间昏去啊？曹静到底对你做出啥物代志？ 志成，我刚才你无代志，你安尼忽然间昏去，真正把我惊死啊！真是啊，他都雄雄昏去，已经惊着我。是啦，你也不用再烦恼啦。啊，可能哦，因为最近哦，公司代志太无闲的，暗只才要昏去。 安尼即满嘞，你敢有倒位无爽快？无啦，他都安尼倒一下哦，蛮加煞好诶，我已经无代志啦。袂用诶啦，你拄则安尼忽然间昏去，应该爱留伫个病院做一个彻底诶检查。我知啦，我会啦。是讲边仔阁有人伫诶，有啥物代志哦，咱等下厝诶才好讲啦。哈，你对来创啊？要紧诶，伊昏去我送来啊，我煞毋免来关心者哦。 是啊，晶晶，你讲无唔对啦。多谢你啦，即个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好啦，晶晶，啊，我会三个急诊室的，啊，你陪我来去换衫，啊，顺便办出院啊。哎，这样你紧就要出院，啊，唔是阁好要检查？对啦，为着我即个无代志啊，阿妈过来厝内等咱啊，唔通烦恼啦。好啦，我会找时间哦，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，互你安心。好啦，那安尼啊，赶紧安排哦。我知啦，你怎样听你的？
好佳哉，即个只是误会，志成伊无代志。你若是真正对伊安怎，我是拼性命拢会保护伊的。好啦好啦，知影你足请的啦，赶紧带你小孩志成哦，有啊，远上远啦。好啦，行，要出去啦。哼。嗯。那你，我真讲叶志成。林叔同弟我讲哦，有人发现真正叶志成，啊，唔着好加载我，赶紧甲伊刷去另外一间病房。我嘛，真正就加载有你诶，无咱真正拍拼，拢总袂了个。哥，这件代志袂当阁发生第二届，真正叶志成就参就是一粒不定时的炸弹，咱赶紧想办法，第时间以来将叶家摕落来。啊，若无等到伊爆炸，咱就真正啥物拢摕。你来二嫂啊，看起来阮阿妈今摆应该也尚方宝剑交予你哦。哎呀，阮二哥若是个拼事业，一直上班休困，你要甲伊讲，是阮阿妈交代的，阿姨就吼，乖到餐桌只小白兔。哪安尼啊？我今嘛就要用迄尚方宝剑。啊，这么紧哦？对啊，我要趁阿妈佮有少强拢伫个，安尼我交代的代志，你才袂赖皮。第一。以后绝对袂当阁啉红酒，因为你会过啊过度使用肝脏啦。啊，人医生就讲啦，讲哦，我最近受过疲劳，受过忝啦，所以爱戒酒。唔那是红酒袂当啉啦，什么白酒、威士忌啦、香槟、高粱，或者只要有酒精的，都唔袂用啉啦。嗯，安尼第二，袂当阁甲曹兴有任何的交叉。哈？曹信可以找二哥麻烦了，是？是啦。哎，就是阮那朋友拄到曹信啦，啊，伊那传销妹哦，去做福建啦。啊，伊对火箭队兄妹你嘛知啊，拄到人就歹声扫啦。啊，晶晶的意思是讲啊，后盖咱若拄到因哦，咱先到边啊，咱卖去插伊。晶晶，我来讲对无？啊，对，哪呢？第三，啊，又讲第三，哎呦，就拜托的啊，晶晶啊，你嘛小老一挂阿妈阿哥讲，少强因探听，今嘛拢几点嘛嘞？你嘛告状成功啊？真正啦，拜托啊，你有阿妈还佮有少强哦，因两早休困，看你有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也是偌济拢袂要紧，咱先转去你的房间，你才偷偷讲。对啦，时间宝贵啦，啊，我甲阿妈进拍大粒的电灯泡吼，就摆交了啊。李大二嫂 ，Good night。少强晚安，阿妈晚安，交交你啊。我先回来。阿妈。我感觉二哥像咧真正甲二嫂放下安尼。是安怎讲啊？因为二哥虽然斯文，啊，毋过伊毋捌对二师弟低头啊。啊，伊即马竟然为着晶晶讲啥物？答应看到泽甲迄对火箭队兄妹，就会闪避两道。哦，这个改变真足大个呢。这时哦，确实是有一点仔怪怪。阿妈，啊，你意思是？之前试过了后，伊的个性变甲真活泼。啊，不过有当时啊，伊讲话讲到一半就袂晓让人讲落去。啊，有时会甲话讲对别位去，敢若有啥物秘密共款。嗯，确实是安尼。啊，是妈妈，你是有注意到二哥拢在闪避啥物话题是无？我是一时啊想袂清楚啦。啊，不过之前是我自细汉看啊大汉的，我真确定啦，伊最近吼有影真无亲像伊啊。我咧想，可能是因为进前失去二嫂，所以对新的恋情特别保护，啊嘛惊真心互咱到代志牵连伤济，共当作是目标啊。我会好好甲观察。我甲你讲，要合作会得，啊，不过拜托个，拜托拜托，当作一种随口随到的小弟好无？好啦好啦。啊，今日代志办得安怎？迄徐晶晶敢有去怀疑？
但阮家的晶晶足相信我，没有代志。安尼上好啦。我之前跟你讲，要对付业界大计划就开始啊。而且这届，免你说来说去，咱做一届正面对外业界，好去。要紧啊，那边奥平草，这代志若是成功，你就自由啊呢。而且，我会给你一笔足大笔的钱的。你会当永远消失，然后带恁阿妈跟恁小妹做伙避开过好日子呢。唔免受到我的控制哦，你唔着应该欢喜才对。嗯，我咧想讲，哪有这么好讲的代志啊？啊，代志咱真正参如所讲的，会当做一届个业家好起来。当然的啊。这办无一些计划哦，我有偌济功夫嘞，也搞这个，绝对是在劫难逃。代志上好，参照你所讲的安尼啦。啊，你都唔知哦，我逐天咧业家安尼过做夜市城，我是偌惊的哦，惊会去用吐破啦，惊我昨暗哦困哦困袂好势。这无路用呢，上你个豪宅呢，佫困袂好势。哦，难怪他细细念啦，来啊，出坐啦。啊！你讲要办法，到底怎办？业家在海外有一个秘密金库，这金库等于是业家的根。可是我会将这个金库搭在个手头，搁来一个五鬼搬运大法。业家要倒，咋办？啊！这么重要的金库，而且搁在海外，啊，我是要摕着。当然要考虑这张金孙阿面替我开金库。高科技呢？哦，金库锁匙就是叶志成的人脸辨识啊！要紧不是啦？你不是跟我讲叶家老夫人对你就信任的？嗯，啊，所以这重要物件当然掌握在老夫人的手头。你哪法度叫老夫人替你保管？我保证，我用上短时间把这金库搬到空空空。不可能啊！那一家老夫人做定金了无？上无你教我淡薄时间啦，啊那无你雄雄安尼老夫人哦，一定起怀疑啦。我真怀疑你嘞，万项代志啊，拢超工给我拖延时间啊。无要紧，你继续给我装笑啊。我怎么随敲电话给恁小妹便宜？卖啦，我是跟你讲真实的啦。这代志就要处理好势，啊，不未好势，我咧讲你唔拿金库的钱摕袂着，进行搜索一切拢白了工。这款态度就对啊。三工，三工以来你也甲我想办法，问出老夫人金库伫咧倒位，然后咱两个再做伙想办法，给骗到手，行了吧？余德胜啊！你们永久袂记得自己是什么人？你只不过是一个我为路边挖出来的变身啊！你若继续不爱听话，我是袂对你忍心的。嗯，放心，交我来处理。